行贿压力是导致香港青少年开人号手机成瘾的原因。毒瘾生瘾号句号，在朋辈压力下逗号，青少年为了得到朋友的认同逗号，时常用手机分享生活点滴。时常常见逗号，例如分享美食相片和旅行相片等。逗号，去融入社交圈子，逗号，所以经常查看手机。查看手機，逗號，導致句號。另一方面，逗號，青少年容易受朋友影響。